跟住到呢一套呢季初嗰陣時呢其實係比較大期待，即係應該話以我所知啦，即係起碼喺個 list 裏面我識嘅話，其實呢一套係我比較認知嘅一套嚟嘅，雖然我冇睇原作。我唔知喎，我冇睇原作，但好多人都話呢套嘢好睇，咁我去睇咗，但有少少失望嘅係、即係而家嚟講啦，係我又冇失望喎，我覺得係合乎我嘅期待喎。原著應該係輕小說嚟㗎嘛？係啦，咁、就係呢個《綠花的勇者》。我睇評價嘅時候都有人推介過呢套，咁我都有啲期望嘅對動畫嚟講，但係睇完幾集之後，我覺得，咦，那個部分會唔會係慢一少少咧？曾老師。唔係，你講步伐慢嘅，又唔覺慢嘅，你明白？即係個劇情推進上係比較慢少少。但係睇套勇者打魔王，咁勇者一路出發嘅時候，咁路上猛見識其他勇者，咁一集出嘅兩個勇者就唔算慢嘅，係咪先？我會咁樣去睇嘅，其實嗱，套嘢裏邊會唔會其實係會覺得係因為個節奏太慢咧？就係節奏太慢啦，頭先你講嘅。而個節奏太慢嘅原因係在於咧，其實佢而家出咗三集，咁三集裏邊其實一直都係而家只係 present 緊就係、幾位。勇者應該暫時出了四個啦，係啦，同埋就係一啲背景嘅介紹，其實係一啲就話究竟點樣先為止綠花嘅勇者啊？綠花嘅勇者係嘅篩選呢個選擇嘅條件係乜嘢啊？有個條件有條件嘅咩？無啦啦有個黑印喺度，咁你就已經成為勇者。佢選擇嘅條件當魔神塑成啦。咁呢個背景啫，唔係條件發生嗰個原因囉，係啦，咁就會呢喺個世界嗰度呢就揀六條友出嚟，咁呢六條友就會成為死綠花嘅勇者㗎啦。咁每個勇者呢佢個身體唔同部位呢就會出現呢個黑印嘅。我咁講嘅，喺開頭嘅故事裏面，如果照好似男主嗰個套路嚟講嘅話，即係佢個講法嚟講呢，被選為綠花勇者呢，其實呢應該理論上都接近，就係你應該係當世最強嘅人先有資格。類似一啊，係啊，即係唔係嘅。其實主角其實就佢就話佢係一直就係為咗成為呢一個地上最強，唔係成為為咗打到魔神，佢係為咗打到魔神而修練嘅。而打到魔神嘅人一定就係綠花之勇者，所以佢先要成為綠花之勇者啫。先要去學。呢個係一個比較大機率概能嘅投資，即係一定中嘅。哇！但係老實講，嗱，作為一個人，我係非常之欣賞阿雷德呢位主角。你欣賞飛毛子嘅嘢就知啦，所以講呢個先。你係欣賞佢嗰種為民啊嗰種心情啊，或點樣先？我係欣賞佢嘅戰鬥技巧。嗱，有人話佢卑劣嘅喎，卑鄙無恥。佢為咗達到佢嘅目的係不捨一切。佢練嘅話就練同魔獸打，魔獸係人嚟噶嘛，我唔識對佢行人拳噶嘛，咪先？正正嗱，有馬講嗰樣嘢係正正我想講其中一樣，因為嗱，你見到就係話開頭嘅時候，阿雷德亂入嗰場準決賽嘅時候，嗰兩條友你記唔記得就係個祭司講話？你哋一定要公公平平去打，跟住我就心諗就話，作為一個去打魔物嘅人嚟講嘅話，隻魔物會唔會同你正正當當咁同你打咧？唔係，我覺得呢樣嘢又唔可以做一個標準喎，即係而家競技場上面就係兩個人啊嘛，佢始終唔係話你每人我每人決賽俾派一隻魔獸俾你對戰，邊個快啲就做勇者啦，唔係咁樣啊嘛，佢係人對人，咁我覺得。佢公平戰鬥嗰樣嘢，我覺得又唔係錯嘅，純粹就係話佢同佢將來要承擔嘅職務可能會有啲出入咁解嘅啫。去到第三集嚟講啦，阿雷德個佢嘅作戰能力唔低，但係你見到佢應該唔屬於係，即係如果有一個所謂最強嘅級別咧，佢應該係唔屬於最強嘅級別。佢唔屬於係我正面同你打嗰種人。佢係咪道具啊？係咪？佢係組合技嘅專家。我而家同你比劍嘅話咧，佢應該係未必會夠。其他嘅人打嘅，即使話競技場上面嗰兩位都未必夠咯。可以嗰兩位勇士、可以咁講，我覺得即當然而家冇比較大，睇落去就係其實你只可以話阿雷德係一個好善於戰鬥。唔係，應該話嗰三集入面其實睇到阿雷德係一啲佢會用思考嘅，佢唔係即係如果正面佢冇一個勝算嘅時候，佢就會諗其他嘅方法。其他勇者佢即係另外出個三個者咧，佢哋只有能力咧直接用嚟轟過去咯，佢唔係咯，佢會諗下點樣用迂迴側擊或者能跳喺你嘅身邊打。我會咁講嘅，因為其實尤其是喺去到話佢同公主出發嘅時候咧，第一次遭遇魔獸嗰一度咧，其實阿雷德個戰法係傾向就係咩咧？用最少嘅資源或者最少嘅體力去打到對手，因為啲炸藥要錢㗎嘛。唔係，因為其實你咁講啊，你討伐魔王
漫漫長路，我覺得就話你唔係下就話嚟，我哋一挑一嗱，江湖規矩一挑一，只魔術一隻手慢慢嚟，唔准全部衝埋。唔係，我覺得佢加上就係話佢要用嗰啲，譬如話炸藥啊呢啲，全部都係啲消耗品嚟咯，最主要即係牽涉到錢。你見到佢牽涉到錢嘅問題咯。佢十一箱嘢度，佢十幾年嘅生活就喺今日已儲一箱嘢度嚟嘅。唔係啊，如果個箱嘢佢喺行即係未打魔王之前已經用曬，咁點算咧？佢要考慮呢個問題噶嘛，所以用最少嘅資源去戰鬥係完全冇問題嘅。我會覺得就係其實成套嘢裏邊啦，節奏慢，我覺得佢係真係節奏慢，因為我唔係好記得佢係咪兩季翻嚟。因為其實我覺得嗱，我睇咗三集啦，咁正常嚟講，如果你要快速入一個道動畫講主線劇情嘅時候，其實應該用者應該集合曬之係嘅。但係感覺上啦，我睇到動畫就有幾幕其實都係睇佢行路。咁啊，冇乜劇情進展發生嘅，我覺得個步伐就似乎比較慢少少。因為反而其實佢係側重咗喺一個位，其實就係勇者呢一個嘅界線，即係你見到就係喺三集裏面講嘅就話，好多嘅綠花勇者嘅候選人都俾魔物先後去殺死咗或者行蹤不明咗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咁樣講，其實我唔係好明咯，綠花勇者唔係得六個。未候選人未選之前，即係可能有三十好勁人啦。咁呢三個咪選六個最勁嘅出嚟。嗱，總之話應該話呢個世界裏面，總之喺魔王復活前，即係應該話已經有佢有好多乜乜聖者啊嗰啲咁嘅幾嘢。總之話呢個世界裏面咧。任何人皆是綠花之勇者嘅候選人，咁咧理論上應該就係會揀啲最強噶嘛。嗱、咁我覺得就係話嗱，呢個其實咧係嗰位叫做一輪勝者咧嗰條友腦穿窿嘅問題嚟嘅，其實係即係點解咁講咧？選綠花之勇者原則就係魔王復活之後就會選啦。即係話咩咧？係當代實力嘅強者啦。咁而只要就係咩咧？我喺未復活之前，我 call 定班僆。你同我對冧曬佢哋，知唔知話應該話咩咧？將所有 S 級同 A 級殺曬，當世最強嘅咪就係 B 級咯。攞本兵器譜，高木頭十位高手就殺曬先，咪得咯，係咪先？唔係問題係，如果魔王唔喺度嘅時候，佢啲卒夠唔夠呢個戰鬥力去做呢樣嘢？做咗啦，好顯然已經做咗啦。所以話又依一班人，依啲唔知去邊啦，真係。唔係呢個咪呢、這個係老實講話，當然啦，魔王經歷咗咩由千幾年前開始，好似三次，三次經過成千年，佢哋先諗到醫療咁嘅計出嚟，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好死蠢嘅啦。不過你話，依、這個都恨錯難返，都冇辦法啦，都總有一日，哦，佢覺醒咗啦，終於知道就話咁樣落去唔得喎，咁樣落去我玩唔完，我玩唔掂喎個遊戲。唔係次次都對嗰班咁鬼強嘅精英唔得喎，你得笠咗一班最勁嘅，可能今次嚟嗰班係似一批咧。你仲要明白一樣嘢啊？嗰、那個一輪勝者個腦穿窿程度簡直係堪稱一絕。首先就係話嗰六個人就會喺魔王復活之後就會挑選，咁咧就係當代最強六個，即係應該話未死嗰啲啦。咁可以係講嘅係，咁然後跟住就話六位勇者就需要喺呢一指定地點度集合，即係話俾人咩啊？我埋伏嘅話，你都死而無怨啦。即係我拗一頭，咦乜唔係你哋可能喺其他地方集合埋咩？因為國家最好殺先一齊出發咩？一定要去魔王門口大門。魔王領唔係，我覺得呢個就無可厚非嘅，即係最近嘅路徑嘅。你而且睇個地圖嗰個咁嘅地圖分佈嘅時候，喺嗰個集合，我覺得都唔係喎。當我喺最東邊個島仔嗰度，咪行去有排行咯。我諗個 case 其實因為根本個篩選嗰度其實係大家都唔知邊個人會被選中為綠花之勇者，所以就係咩咧？可能係有啲選中咗都冇人知嘅，咁如果全世界嘅傳說都話俾你聽，就話當你成為綠花嘅勇者之後咧，咁你就去依個地點啦，咁就會有人等你，即係話就唔使又話要向通嘅，喂，我係綠花之勇者啊，喂，請問我嘅同伴喺邊度？呢個咪就係人類冇進步原因咯。咪留咗咁多年，你竟然冇個特別嘅機制揾翻綠花你可以話一輪勝者咧係好聰明嘅，即係因為其實如果要咁樣做嘅話，即係等於話俾人聽咩咧？你中咗六合彩之後，同通奸同人講：喂，我中咗六合彩啊！然後跟住你唔俾人打死嘅機率咧，其實係好低嘅。其實係唔係？但係做勇者似乎又冇乜實質嘅回報喎。冇㗎，你勇者，世界未來巴落你啦，你去嗰邊行啦。我唔送你㗎。佢有冒住呢個風險，但係佢冇實質嘅回報咯。純粹就係話出於個人嗰個正義感咯。因為其實而家咧個故事裏面其實三集咧暫時出咗四位嘅勇者啦，但係四位嘅勇者佢哋個。成為綠花勇者個心態都有，我覺得有啲係好唔同嘅。佢我覺得係反而報咗一啲伏筆添嘅，即係同佢嗰個背景有關。我事先就我睇依套嘢之前，我未睇小説嘅。依套有啲人話俾你聽，佢
看似是一套勇者討伐魔王的作品，但其實它是一套推理向的作品，是一套。但是看了三集就似乎暫時不是好像。現在其實叫做報了很多，就是什麼呢，怎樣成為勇者，勇者是什麼來，那些聖者是什麼來，即是他們要去集合去做些什麼，同埋就是現在每一個勇者他自己的背景，雖然沒有講曬，但是會大致講了，好像阿雷德就說，哦，他師傅一直就訓練他，他就是為了對付這個魔物而訓練他出來的，所以就他一定就覺得他一定要成為綠花之勇者。成不到應該是一個廢柴，應該加去蹲你。那你投資了多年，練了那麼多年功夫就玩完了，做不到。而公主其實就是某種意義上，就因為他成為了印之聖者，所以個身份地位提高，原本不是的，他都是一個階下囚來的，其實都是。是啦，咁而跟住對佢嚟講，就係佢成為咗勇者，其實叫做咩呢，我大條道理，你各個關都困我唔住啊，我而家掌握緊呢個世界嘅未來喎，話話之我係乜嘢都好啊，有面四金牌咁樣好似。是啦，而新嗰位用槍嗰位火藥嘅聖者啦，其實就好似就而家個故事講到，就係佢係會殺死其他嘅綠花勇者候選人先啦，佢先係。我相信呢個係果嚟嘅，即係我覺得佢應該有個因嘅。即係佢可能之前經歷咗啲咩，其他人背棄咗或者係背叛咗，先至令到佢嗰種性格會係啊，好似一啲正義啊，或者係好似男主角嗰種啊，好有同情心嗰種感覺，其實都係想害佢嘅。或者咁講，其實嗱，而家三集裏面我哋睇得最清楚嘅就係其實係阿雷德，即係主角呢一個人。係，即係你見到嘅嗱，無論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啲戰鬥技巧啊，即係佢嘅作戰風格係點樣，我哋已經係好清楚佢嘅作戰風格係一個咩嘅人嚟㗎，而就係佢嘅性格，某種意義上有啲輕小說嘅所謂攬好人嘅性格啦，但佢都唔係話純粹係攬好人，即係其實尤其是你對火藥聖者嗰一段，應該佢搶咗佢嗰個火藥袋之後，火藥袋特登背住佢，即係好似即係呢啲咁嘅情節，其實係即係咩呢，一個爛好人又話叫做我，甚至叫做話我睇咗劇本，我知道你唔會射我啦，應該唔會射嘅。如果唔係射咗我之後，我唔係冇主角組，係咪先？而你睇阿雷則嗰個位，其實你見到就係話，其實佢唔係真係信你㗎，佢真係咬底嘅。佢係深信自己嘅技術，我背住你，如果你開槍，只要我望到你，我都可以避得到你。佢戒指，所以嗰下其實叫做咩咧？佢嗰下唔係中意嚟啫咩？即係純粹好似扮型咁，但又驚死喎。咁咪好正常喎、咁你就唔好背對住佢啦，係咪先？唔係，佢係要爭取阿芙蕾米，即係阿火藥聖者嘅信任。而即係對佢嚟講，即係佢對佢嚟講爭取信任係咩嘢咧？佢就好似好信任佢。而咧就叫做咩咧？喺暗個處又話，其實我唔信你㗎。唔係喎，我槍嗱，放低把槍，放低把槍，嚇係，唔好石頭。係，好彩啫，石頭。同佢個作戰風格其實同佢個人係如出一轍嘅，即係佢都唔係唔打保險嘅人，其實佢都唔係。所以我覺得話呢個角色其實喺而家頭三集裏面塑造出嚟，我覺得係已經好鮮明俾我話到比較立體。佢係一個咩嘅人？佢係一個。但主角嚟講就 OK 啫，但係我覺得其他嗰兩個仲係即係未出曬佢。公主其實叫做咩呢？一直喺戰鬥方面，其實佢不停係展現緊佢咩呢？佢嘅作戰經驗好少嗰一面，好少係。又可能話同男主角一開頭遭遇魔獸嗰一節，對佢嚟講，阿雷德亦都知道就係佢嘅作戰經驗實在太少啦，佢根本係即係冇實戰經驗。佢如果喺一個叫做糾纏嘅局面或者係格子局面，佢可能冇咁嘅經驗。而阿雷德自係所以佢先會打頭陣，叫佢咩呢，你睇準時機係就射過去，其實佢係一個炮台。而你可以去睇到就係第二戰，當同另一位綠花勇者用槍嗰位，其實都唔知咩武器嚟嗰種。郭道夫啦，佢嗰把其實有啲似鏈槍嗰啲。鎖鏈槍咯，可能係。嗰度其實你見到就佢對住只魔獸公主嗰個位真係咩咧？佢真係等飯食。你見到就係當格雷夫打咗一怪落嚟，碌落身嚟，佢真係喺下面 set 個棚架就算。你明唔明啊？嗱，人哋前面兩個前鬥緊近戰嘅，點解佢冇熟心肥咗先？你對我點算先？係咪？佢唔識啊嘛，佢唔熟啊嘛，就係、是。而你見到就係、是、嗱，我嗰一幕嗱，我唔知係製作群友定還是乜嘢，係有心無意去展現就係咩咧？佢係特登企喺個棚嗰度咧，佢圍嗰個位咧，佢將自己咧擺埋喺個棚嘅位嗰、那個空隙裏邊咧，即係呢啲係好明顯就係咩咧？戰鬥經驗不足，你 set 個棚架，你但係你漏個窿出嚟。然後跟住個窿向住自己嘅，個窿仲要係咩咧？只魔獸碌落嚟係可以打到你嘅。咁你亦都見到就係佢根本係一個戰鬥技巧，佢可能好高，但係佢嘅戰鬥經驗係嚴重不足嘅人。
所以我覺得話佢而家呢啲細位，我覺得就話睇出嚟，我會覺得話雖然個節奏慢，即可能其實我本身唔係好介意就話你個節奏慢，但你節奏慢咗，其實你可以俾到其他嘢我睇，就我覺得話哦，原來而家到咗呢個位㗎啦。但佢三集嚟講俾你睇嘅嘢唔多咯，純粹係我覺得係角色塑造方面佢落咗功夫咯。可能係呢個可能就要睇之後嘅，因為劇情上面其實冇乜推進嘅，即係只不過到而家為止都係已經集咗四個啦。唔係到而家為止其實都係講緊行緊過去集合地點咁樣。反而我會覺得我會感覺一樣嘢咧，就係咧。而家有個期待就係話，而家出咗四位，係咪其實最終就係即係呢六位勇者集合咗之後，其實係咪佢哋即係好似第一有一堆就會係支持邊一邊，有一堆即係可能分裂咗嘅咧？其實係唔係純粹可能係佢可能即係表緊一啲其他嘅勇者作品？你知其他嘅勇者作品啊有曬咁多職業，咁佢哋就會相親相愛打魔王㗎啦嘛。咁呢套作品就唔係企喺嗰個相親相愛環境啦，即係話可能佢嗰六個勇者。都有各自嘅私心，或者啊純粹啊我要打敗魔王就證明我有實力，可能有啲就話喂無啦啦做咩揀咗我雖然我有實力，但我唔想去打魔王，可能係有顯示呢啲咁嘅心態上嘅不同所產生出嚟嗰個火花咯。同埋我會更加想睇齊呢，究竟今次復活嘅魔王，究竟經過咗千年嘅努力之後，究竟佢可以點樣去破壞六花之勇者呢？即係我係好期待呢一件事，因為嗱，你見到開頭就已經係話，我覺得好聰明啊，你梗係殺曬啲有實力候選人嘅人先㗎啦，咁剩翻嗰堆二流或者三流嘅，係咯，咁你死硬㗎你，打起上嚟都易啲打係咪先？係咯，咁我覺得話，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想留意魔王軍嘅行動多啲喎、啊。咁未做到啦，可能行到，如果行到去啦，可能入去之後，可能齊咗六個人之後，係咪？其實你哋睇 OP 發唔發覺咧？可能介紹佢書頁介紹應該喎。其實小説有講嘅。係啦，應該之後都講。OP 其實係有七個人嘅。係啦。根據推理同埋睇翻個簡介，就係其實有其中一個嘅綠花勇者係假冒嘅。係咪人嚟㗎？係咪一定假冒咧？我唔敢去肯定呢樣。你明白呢、這個時候潤年㗎嘛？有潤月㗎嘛？純粹就次甩咗之後多兩位啦，會㗎。純粹就係話本來應該得六位，點知集合地點出現咗七位，係咪假呢？我唔敢肯定。究竟兇手係邊個呢？整翻赤龍戰嘅嗰個咪套出嚟？會唔會其實係七個都係綠花勇者，但係因為個系統挑選嘅時候唔知出咗啲咩問題，咁而產生七個，可能七喂有機會七個都係真嘅，或者係七個都係假嘅，或者係個系統覺得啊，上次六個都打得好辛苦，今次俾多個你。咁都唔出奇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冇歷史去根據嘅時候，你點個情況點樣都可以呢？即係而家咁樣睇完之後，暫時嚟講，其實我對綠花之勇者，即係我會係比較期待嘅，因為就係話佢可能未必係我哋即係理想中話你想睇魔王勇者大決戰嗰類型，但係我覺得佢會有好多心理，即係角色心理嘅描寫戲，描寫嗰一個角色。同埋就係可能同個大圍環境有啲咩關係？但係呢度我覺得要即係製作組真係要捉得好小心咯。如果你真係過分寫心理嘅時候咧，我覺得對個劇情啊或者對個吸引力啊會有影響。係啦，我哋七個人當中有一個係假冒嘅，跟住我哋六個主持其實有一個係假冒嘅。但係整體上，我覺得暫時而家佢嗰個節奏同埋作戰嗰度嘅，而家除咗你話真係打得比較好睇嘅，除咗阿雷德之外，其他嗰啲人啲作戰咧就比較一般嘅，即係冇一種特色出嚟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尤其是公主啦，公主係射飛劍咯。唔係公主，我諗佢要吸收下戰鬥經驗。佢倒櫃桶啫嘛，吸收下戰鬥經驗先咯。可能佢要入魔王城之前喺出邊兜幾個圈先得咯。升下級先，喺度兜，升下 EXP， 你就升佢打。係啦，所以就暫時嚟講啊，當然其他主持就會兩位主持就會覺得話，佢可能嗰個節奏就真係慢咗啲，可能就話佢想知道就係話個主線個流向究竟係應該發展成一個咩方向？快啲入主線嘅話。可能會比較吸引咁，因為第四集佢都個標題都寫咗勇者集結啦，我相信就應該齊曬落。同埋跟住嗰幕第四話嘅最尾嗰度就係話真空究竟係邊個咧？咁快咩真空死啊？兇手究竟係邊個咧？假冒者究竟係邊個咧？兇手究竟係邊個？應該睇另一套喎。係啦。咁呢套我哋就介紹堆啦，相信啊舊翻嘅回顧嘅時候，相信就應該會有更加多嘅資料啦。點樣描寫一啲角色？嘅點樣出色嘅地方咯，我覺得會。咪先，嗱，有人留言咧，話你留意翻六花者一個特別嘅嘢，富人物設計。係啦，我哋其中一位主持失咗蹤啦，已經係。佢留咗言㗎，要留意呢套嘢有多一個作畫監督㗎。究竟佢係咪假嘅咧？我又答唔係，嗰個可能會有惡弊嘅監督。我話個留言係咪假嘅咧？唔係。咁留意啲乜嘢咧？應該？
個加多佢之前話過惡敗嘅係，唔係扭成會扭。咁點啊？都冇嘢㗎。即係純粹係咪角色設定上會有啲唔係好襯嘅畫面出現咧？有過，例如啲公主著龜甲綁衣服啦。哦，我嗰套嗰套白套裝嗰套咩白套啊？龜甲綁啦，留意套要乜鬼就件衫啊？唔該，我唔係太留意啊，本事冇問題。Sorry 咯，我話咁佢留咗言，我只要講一次一講就算啦。唔係啊，你其實都啱嘅，你留意一下啲女角咧，而家佢嗰個設定咧都係前面係冇乜布噶嘛。暴月少防攻嘅力高，佢要咩防御力呀、啊？哎呀，值得留意嘅，我覺得呢套嘢即係今季裏面我僅次於就其實除咗家臣名之外，咁、我第二套最比較留意嘅其實就係綠花之勇者㗎、其實就係、是，係啦，咁我哋呢套去到呢度，咁我哋去下一套。